定是救生艇，它一定是。其中有一定的区域是空军的战术训练部队，就不能飞。所以长云来，我必须要稍微转个弯。我拦着，拦着。要准备点。好，有没有？就是行李箱了。这边要。对对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把我锁起来。好，开。我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他之前在中心，他在这边他已经是 老教官级了。那正常，记。你刚拍签证。